我今天要报告的是这个 Big Bang， 然后呢，它是就是可以把那个谷歌啊，再做一个弯曲的更自然，对，就是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能写。使得一些物体弯曲变得更生动，然后，而且它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谷歌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它可以适合做一些奇怪的东西，它长得很可爱。然后就是我从那个 Blender 里面的那个教学里面查到的，然后做示范。中间的换成3D，下面的，对，旁边。旁边，那个吗？这个，那刚好。把它删掉。然后呢？在新的那边，新的谷歌，然后把它拉长一点。然后呢，看这个，然后把它分段，把它分长一点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，把它改成一蹦，然后再按，把它变成透明的，这个，然后按这个，然后分段，那就可以弯曲，就可以随便弯的，然后就把它可以把它套在其他物体上，它就可以很自然的弯曲，这是一个小节，还可以再分解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可爱的，啊 就可以做一些像那种爬虫类啊。毛毛虫之类的，对啊，就这脊椎骨也是需要这样子。样，要这样。